Thank you.
师父，今日我终于帮您除掉了这个叛徒，您的在天之灵可安息了。你果然超群出众，你已经通过了我的所有考验，现在我就带你去找龙鼎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需要先拿到一把武器。武器？应龙剑，当年我私下用打造龙鼎的剩余材料铸成，也只有我知道它被藏在哪儿。什么？龙鼎是你打造的？陈年旧事不提也罢，应龙剑有助于你自如地控制你体内的力量，也是能够破坏龙鼎的唯一兵器。走吧，别耽误时间了，跟我来。
Fuck!
下去！